句 ，Dream 真的作弊了吗？最近一名叫 Dream 的国外 MC 主播在中国火了，这要是关于他的视频，播放量就高达百万甚至是千万。但其实早年 Dream 也只是油管上一个积极无名的 MC 视频主播，凭借着连续打破1.14和1.15版本的速通记录，以及恋人视频而名声大噪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、追捧他，更有狂热者称呼他为智商高达1000的世界第一 MC 玩家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被封上神坛的 Dream 将在1.16版本中持续缔造他的传奇时，一篇长达29页的官方仲裁报告却将他推上了作弊的风口浪尖。报告指出 ，Dream 的速通视频在与逐人交易获得末影珍珠时，概率明显远高于其他玩家。而面对质疑 ，Dream 则是请来了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统计学专家，同样以一篇19页的自证报告进行反驳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这位专家的论述不仅没有洗清 Dream 的嫌疑，反而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史诗级大战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、统计学家以及各类学者博士都纷纷入场，就 Dream 是否作弊一事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。而这次 ，Dream 并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，而是在一个月后，用一个恐怖如斯的速通者1v4恋人视频打了所有质疑他人的脸。视频中 Dream 完美的逃杀计划、今日的临场应变以及无数次的绝处逢生，让屏幕前的观众们无不惊叹。这样的操作、这样的意识，真的是作弊就能打出来的吗？阿俊，我的世界菜鸟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吧，老妈，菜鸟你都不知道吗？正所谓 MC 乱不乱，菜鸟说了算。斗技、高遥控、衣服看上去就不太聪明的菜鸟，在僵尸围城时被队友嫌弃，没有人愿意跟他组队。面对涌现而来的僵尸，面对抛弃自己的队友，菜鸟拾起了同样被众人嫌弃的咸鱼。从此，菜鸟不再是菜鸟，咸鱼也不再是咸鱼。MC 中两个垃圾到极致的东西组合到一起，成了无敌的存在。他简单粗暴，一咸鱼轻松拍倒了10里303。他重情重义，在人类与怪物大战时，用身体为史蒂夫挡下致命一击，他还用鸡蛋和雪球打破了黑暗君主 NO 拯救了世界。至于菜鸟他为什么这么强，阿修我曾一度怀疑他是创世神。